이거 가져다 주세요. 괜찮니 가세요. 자, 차 왔습니다. 드세요. 네네. 老奶奶，你们这起码多少钱？ 청자. 네. 여기 좀 와봐. 您说怎么了？啊，你们这起码多少钱啊？我们起码一万五，一万五啊。东升。啊。哎，快，大哥。嗯。妈，我自己叫。 그래. 바보 같은 게, 야 내가 지금 야자고 이거. 아니, 손님 해물냉면 시키신 거 아니세요? 야, 야 여자야, 잘못 시켜서 어 대암냉면으로 다시 바꿨잖아. 예 손님 누구한테 다시 시키셨어요? 저 주방에서는 저 모르고 있어서요. 주방? 야 이 멍청아 주방에서 모르는 게 내 잘못이야? 야 그리고 나 손님이라고 손님, 응? 손님을 이렇게 오래 기다려 놓고 미안하단 사과 안 맞았고. 아 됐고, 야 너 같은 거는 어? 아 여기서 일을 못 하게 해야 돼. 야 알아들어? 야 이 멍청아 사장 불러. 사장! 태희 씨, 저 빨리 태희 씨. 왜 그래? 들어가 있어요. 죄송합니다. 전 그러시다면 환불해 드리겠습니다. 환불? 웃기고 있네. 에이 태희 씨. 저기 여봐요. 그런 필요 있나요? 그이 더 아니들 페이 바꿔 그래요. 당신 뭐야? 뭐냐고요? 이 썰을 알아요? 응? 알아요? 정려 알아요? 정려 종고 공고 알아요? 내 이름이고 농 작가 어쩌면 제고 종고 모수 배웠거든요. 아 알겠어요? 뭐 하는 겁니까? 드세요. 내가 계산해 줄게요. 앞으로 소리 있는 걸 줄여요. 형 고마워요. 아이고 아이고. 자주 마장에 와. 에? 我不是有话要跟谭西说。 그래서? 아, 맞아. 청자 씨, 저한테 하실 말씀이. 할 말이 없는데요. 아니, 아까 동승이 형이 저한테 하실 말씀이 있다고 하셨는데. 할 말을 동승 씨가 대신 말했어요. 자주 놀아오라는 말이요. 갈게요. 아, 저, 청자 씨. 저 사실은 제가 청자 씨를. 알아요. 저 하는 거. 멋진 말을 저 하는 거? 맞죠? 알았어요. 알았어요. 미안한데 들어가요. 안녕. 어휴. 这么快啊? 不是你有病吧你? 你冲我们两个吗?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你没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 人家泰熙不是对你有意思吗? 他对我有意思，我对他没意思，但是我对你有意思，你明白我意思吗？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没意思。
下手不下手呢？爷爷，大夫，我爷爷怎么样？你是刚才推进病人的家属吧？你们家大人呢？我爸在韩国，我妈在美国。没别人了。我给我爸打电话。你赶紧把你爸找来，让他来签字就安心定治疗方案啊！快去吧。谢谢医生。接电话呀，爷爷，你快没事了，骨头伤。看见没？就这么难，接着练吧。小爷怎么了？小爷，爷爷住院了。你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我闺女电话15个未接呀、啊！你快来打个！来来来，哎，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啊，那个什么，爸爸这个正在机场开董事会呢，那个手机没听见。爸，爷爷住院了，我今天回家，发现他躺在地上。我打120，医生说他是脑溢血。脑溢血？怎么办？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买机票，马上回来啊！来，给您，所有的费用都交齐了吗？交齐了。那你在外面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小严。怎么样？给你爸打电话了吗？你爸怎么说？他回来吗？那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我再打电话吧。哎，行了行了，别打了。你爸弄那么大一公司，估计事儿也挺多的，别再烦他了，别让他着急啊。老爷，爷爷不会死吧？今天早上还好好的，还问我要吃什么，怎么我一回来他就躺在那儿了呢？小爷，爷爷这样是不是都是因为我累的？都怪我不好，我不应该要吃这个要吃那个。他都快80了，还要给我做饭，都是我不好。我爷爷还是这样的。别瞎想。行了，别哭了。你们谁是病人的直系亲属啊？怎么了，大夫？病人脑室5级溢血，现在已经深度昏迷了，我们要对他做开颅手术进行抢救。这个手术告知书你们看一下，尽快签个字吧。要做开颅手术啊？对，开颅。你是病人的什么人啊？女儿？我是他儿媳妇的妹妹，不，应该是前儿媳妇的妹妹。前儿媳？那他儿子呢？儿子不是前的吧？他儿子在韩国还没回来，这是他孙女儿，现在在上学。你们就说你们都做不了主，那还抢不抢救？救啊！救，肯定救。这样，大夫，我给他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授权给我，我来签字行吗？我们是在跟死神赛跑，你们抓紧时间好吗？等着我啊，等着我啊！你慢点啊！
哎，东升，是我。哦，沈亮，老爷子怎么样了？现在深度昏迷，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大夫说了，得直系亲属签字，所以让我来问你。钱钱钱，马上签，你替我签，只要能把老爷子治好，咱干啥都行，咱花多少钱都行。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手术是有危险的，大夫说得做好思想准备。我做什么思想准备啊？这什么医生啊？啊，还没做手术就说这话呀？这丧气不丧气啊？啊，你告诉他们，他要治不好我老爷子病，我跟他们没完。哎，行了，都这会儿了，别犯浑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正在买机票啊。小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签了？看了就更不敢签了。睡会儿吧，明天别去上学了。我快月考了。睡吧，睡一觉醒来，爷爷就没事了。你爸明天下午回来，一切都会好的。동승아밥먹자동승씨이건할머니가한밥이에요 어머니감사합니다어그래청자한테얘기했어내일일찍비행장까지태워다주라고그리고비행기티켓조금더이른시간으로변경할수있을테니까조급해하지마응자네아버지꼭나으실거야자밥먹자뭐먹겠습니다먹어요몸이전유하니까자이거가져가먹어보겠습니다아이고참받아가지고가서두르지말고응침착하게모든일이다잘될거니까엄마안녕히계세요그래잘가늦게서어서가어서응어서집발다줄게요把这钱儿给甄叔奶奶。干嘛？拿着呗。你不是前一阵钱都输光了吗？连买回国的机票都没钱。老人的钱我能要吗？哎呦，你都是他义子了，你都叫朴东升了，他给你钱你就拿着呗。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让你给他就给他。东升，那个你那衬衫。那西装还有大衣裤子领带皮鞋眼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你可别忘了办上办上啊你这馋马粪的不是每次回国都得装大老板吗啊我这次给你买的可是韩国最新流行款啊哎呀不过你告诉我你干嘛非得这样这你就不懂了吧啊是我在韩国是馋马粪的但是回到国内我的身份就是做企业的就是大老板这叫保护色哎我在韩国一待就是15年啊我时不时的往家寄钱啊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馋马粪的我这个脸面往哪搁我这个面子往哪搁对对对
最主要的就是你那个前妻也是因为嫌你穷才抛弃你的，你得让街坊邻居，你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郭东升翻了身才行，对吧？这叫光宗耀祖。回答正确。你说你爸都在医院都快死了，你还赌博？怎么行？闭嘴！你说了，你跟珍珠奶奶说过，你要再赌你就是王八蛋，对不对？我今天我就抡圆了抽你，你信不信？我打你，你信不信？我打你，信不信？咱们都是在韩国打工的，我没钱儿，俺爹要住院了，我挣点钱怎么了？你要真缺钱，我现在就给你拿。你能给我多少啊？俺爹这个病就算是治好了，将来也是个植物人，需要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再说了，我还有个女儿要养。那珍叔奶奶给你钱，你为什么不要啊？她的钱我能要吗？那也比你去赌博强吧。我赌博怎么了？我靠我自己啊，我靠我双手，我靠我智慧，我靠我运气。行了，我进去玩一会儿，玩完之后咱们就奔机场。你瞧你，你瞧你那一脸赌徒样。哼，我这是感受气场。那干嘛的？那干嘛的 ？Figh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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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别担心。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小英，怎么样啊？输了。输多少？都输了呗。都输了。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去赌，都输了，怎么办啊？哎，沈凌，老爷子怎么样了？啊，出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啊，只要有你在，就没有搞不定的事儿。你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奔机场，咱们晚上见啊！好好好好。快快快，赶紧吃完饭奔机场啊！老爷子做完手术了？啊，出来了。太好了！哎，不是我说，你以后还赌啊？瞧你这话说的，谁要以后再赌，谁就是小狗。哎，我这次赌是被逼无奈。嘿，东升，就是好赌。你要是不赌，我现在就嫁给你。哎哎，别别别别，我没说要娶你啊。讨厌。东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给的我第二次生命。你记得上次寒南山下大雪，咱俩被困在山上，是你背我下的山。从你背上我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要嫁，就嫁你郭东升。哎，你快吃吃，吃完奔机场啊！快快快！甭理他。진짜우연이네어어제식당에서만났던그사람누구아냐어어응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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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응커플이냐아니면나랑모텔갈까내가끝내주게잘해줄게
再给，有咋喊他重来？喂，여자때리려고그런다어왜어쩌라고어어쩌라고和你们说一下，老人的脑血管已经老化的没有弹性了，如果下次再出血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抢救了。可是我刚刚叫他来着，他还睁眼睛了，然后他好像还叫了我。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淤血造成脑水肿，我们要加强护理。啊，谢谢。小鱼。我爸上飞机了吗？嗯，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哎呀，个啥子戏？还能跑你玩了哟？在那怕给孩子哟？几百个盘一粒一丝哟？阿爸就讲一本中医药中国给。不他喊你打哎啊他可能在路上没接电话没事儿机票都买了，你就放心吧。啊，小妍，一会儿呢，你就去姥爷家吃点东西，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啊。明天再来看情况。如果你爸回来了，爷爷没事了，你就去上学，听到没？别耽误了。国东生都五年没有回来了，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俩，沈娟、国东生生我下来就是个错误。你个傻孩子，你又说傻话了。哎呀，其实他们挺爱你的。爱？他们已经出国15年了，我爸就回来过2次，每次就待10多天。我就见过我妈3次，每次也就2、3天，你能管这叫爱吗？这个世界上爱我的只有爷爷，还有去世的奶奶、小姨你，还有姥爷。这都4个人了，也不少了，对吧？可是我别的同学他们都有爸爸妈妈爱。我都不知道牵着爸妈上街是什么滋味。哎呀，我天哪！我天哪！你把你这样。그럼저희가뭘어떻게해야하죠아예그러니까저희가그렇게배상해드리고요네잘좀부탁드립니다네네알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청자청자있잖아아유
울지 마. 아이 참. 자. 김 변호사한테 얘기 들었는데 피해 준 거 배상해 주고 더 이상 우리가 추궁하지 않는다면 24시간 안에 동승이 풀어준다 그랬어. 王大夫，三十六床病人血压心跳异常，请你马上过来。 见见病人最后一面吧。 열어줘요, 열어줘요. 빨리, 빨리, 빨리. 대화, 대화, 대화. 哎, 沈良，我是郭东升，我爸怎么样了？ 可算回来了，去医院。
是生和死，就隔了一点点路。有的人从生到死，隔了很多座山；有的人只有一堵墙，推开门就是了。小燕一个人在家呢。小爷，你爸回来了。桂安，你看这孩子长大了哈。你收拾一下东西。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不管怎么样，你爸爸也算回来了呀。我没有爸爸。哎呀，他肯定是因为什么事儿耽误了。你总不能把爷爷去世的责任全算在你爸头上吧？出去！敲门你会不会？你们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们都出去。哎呀，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得体谅他。你说出这么大个事儿，怎么找你都找不着。爷爷去世了，还是我跟他送去太平间呢。饿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不用了，他小姨，谢谢你啊，我来吧。哎呀，之前最后买的菜，谁都不许碰，特别是你。那你说怎么办嘛？小燕，你别这样。其实爷爷去世，你爸心里也挺难过的。哼。那好，我问他两个问题。第一，春节的时候说好了要回来陪我们过年，为什么没有回来？爷爷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总是不高兴，就总是唠叨。要不然他也不会犯病。第二，这几天他都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爷爷死不瞑目，你知不知道？回答我，回答。哦，春节那会儿呢，爸爸的公司让人给骗了，骗了3亿。韩元，韩元啊。那么这回呢，是有一个员工跟人打架进了警察局。那你说爸爸是领导，
我能不管吗？是吧？那你也可以打个电话呀，你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不行吗？哎呀，我这不是急着捞人吗？电话就放到店里了。哼，公司比我和爷爷的死活都重要吗？不是孩子，你别用这种审问犯人的语气跟我说话好不好？行了，你让他去吧。你也去休息休息，我给你下俩饺子。顺手吃点饺子吧。你回来这事儿，我要不要告诉我姐呀？哎呀，算了算了，都离婚十多年了，没必要。我记得。上次回来的时候，是给这个房子交钱。哎，快装修了，我走了。本来合计着呢，过不了多久就回来，没想到一走就是五年。是啊，我记得装修那会儿，老爷子还说，你从小就特别喜欢下围棋。所以，他一直跟你背着棋盘呢。我真是对不起老爷子。他老人家还逢人就说，他儿子在韩国不容易啊，人家儿子去了，都是打零工干粗活；他儿子去了，就是开公司当老板；人家儿子买房，都是贷款。按揭，他儿子买房就是一次性付清。他真是那么说的？他还说，他有一个世界上最体面的儿子，他为你感到骄傲。可惜的是，老爷子走得太匆忙了，最后一面你都没见着。哎呀，昨天晚上我给你姐打个电话，我跟她说了。东升他爸去世的事儿，听那头那意思，我是掉眼泪了，是吧？哎呀，想起你姐办的事儿啊，我就觉得丢人。你说东升多好的一人呢，跟人离了，结婚嘛，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哪能见着高枝就攀的呢？你看现在，东升一人带一孩子，老爸又没了。说实在的，我总觉得我挺对不住人家郭家。东升回来了，给您带点水果和营养品。哎呀，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快快快进来进去。你怎么过来了？省得你跑一趟。哎，行，你们有什么事儿你们商量着，我去买点菜，中午就在这儿吃了啊。